这一次来就是看一看这在苏联援助之下，这个整个社企业办社会这个状态，那边有商店，我们刚才过来已经看见了，还有学校、俱乐部都是在这。然后再一个，这个矿虽然倒闭了，但是它现在现存的，就比如说咱们今天选煤厂，还有前面那个矿井，保存都比较完整的，它不像是瓮矿，瓮矿现在只剩一个大架子，其他你也看不见。所以我们这次来这。 来这的意义就是让大家看看咱们抚顺以前那个工业的辉煌，然后再一个，咱们思考一下抚顺未来应该怎么走。哎呀，太过死亡了！你看哪个企业，二十多年死了好几百，就什么企业？整个好像矿从建局到能量建筑，矿。 胜利矿前身叫新富矿场，新富，哎，有叫这么一段，叫一段到四八年的十一月六号，你们得纪念胜利，胜利矿，胜利矿，这么来的。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改过名。苏联老大哥原件中国是156个项目，辽宁32个，抚顺占8个，其中就有这个，就在胜利矿。对，8个原件项目之一，重点原件项目。 像那个，龙凤矿，西露天、东露天，再加上这个，一共是8项。会把这承包下来吗？ 干什么用的？干什么用的？做博物馆，展览馆，做一个文化的空间在这里。那个鲁尔工业区就是这样，但鲁尔还是很小，但这个就像我觉得比较好看，但是它如果它真的要改造的话，就是为了景观一个很有趣，景观有特色。 看视频，上澎湃。